从第五个八拍开始，一二三四的时候，脚是先迈左腿一，然后右腿二，左腿右腿，然后手的动作是一二三四，就是拍手左右两高两低，一。舞的时候，把左腿收回来，然后两臂举高，五六，举高以后落到身体的两边，在胸部的两边，然后现在做一个收，做两个收胸的动作，七八，就是先举起来，然后六七八，合起来就是一。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二三四的动作是刚才到这儿七八，到八的时候手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时候迈你的左腿，把重心放在左，慢慢的移到左边，二三四。你的重心慢慢移到左边，然后同时你的身体也慢慢的转向左边。这个时候你就是有一个做一个跑步的动作，你的左腿在前面，然后你的右手臂应该是在前面。二三四四到这个八到这个地方定住，然后五六七八的时候，两只腿先往后跳，就是先跳你的，先挪你的左腿。五六七八，然后手臂呢是，手臂的动作是，右手先在上面，然后右手从上面绕下来，右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面，好像在画一个八字。五六七八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身体要稍微往右靠，你重心又移到右面去了，然后你的左脚的脚跟着地，右腿稍微弯曲，哒哒哒哒，然后下一个八拍是哒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下，二二三四，手是一个指的动作。二二三四，转一个圈儿，指往前指。二二三四，然后脚的动作是右左左右。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的时候呢，你就从右腿开始往后退，然后你的手是画一个圈儿，在天上画一个圈儿，好像在抡一个像牛仔在抡那个缰绳一样，然后你的圈儿是一个顺时针的圈儿，手的动作是五六七八，然后腿的动作是五六七八，然后合在一起是五六，合在一起是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从这个五六七八，然后下一个动作，下一个八拍就是重复刚才的那个八拍，就是又开始是